寸胶片都镌刻着中国电影发展的深深印记，每一部经典作品都凝聚着电影人的无限深情，看得我痛哭流涕，那么深的印痕。太爱舞台了，当时我能干活啊。中国电影碰到再大的困难，上影演剧团都不能散。我们将跟随特约光影推荐官童瑞鑫，开启一场光影旅人致敬经典之旅。一座小楼承载着电影人怎样的光荣与梦想？因为我们剧团的老团长张瑞芳老师是我同乡。我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一张张电影票将勾连起哪些幕后故事？你的百花香，浪里在浪里。以黄金配角铸成影坛常青树，艺术如何影响了他的人生？你在训练上台，一出来你就满身都是正气。一场光影逐梦人的艺术分享，我能干活啊。敬请关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的艺术清单。六月的上海总是星光璀璨，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会如期举办。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创造了无数的第一和经典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演员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因为他们就像光影世界当中的旅人一样，在不同角色、不同作品、不同年代当中穿梭着。今天啊，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访一位特约的光影推荐官，他将带我们大家一起在上海开启一场光影逐梦人的艺术分享。周迅，哎呀，童瑞鑫老师，欢迎，打搅您，打搅您，打搅您，欢迎你，头一次来吗？头一次来啊，而且专门来找您，您是我们的光影推荐官。您带着我走去看看，好漂亮的小楼啊！对，这儿的一些建筑都特别特别的有历史，真是。对对对，这栋小楼都几十年、上百年了吧？对呀对呀，这个楼应该是26年吧？啊，那快100年了。对对对对，我大学毕业，我跟你讲，就来的是这里报道。这儿报道？啊，89年就在这儿报道。开会啊，我跟你讲，老同志都在这面，我们年轻人没地儿，都跑到阳台去坐了，因为坐不满啊，因为我们有时候那时候都是100多人啊。哎，这间屋子有意思，全是一个个金手链。我就说这里不但有历史，应该也有印记把它留下来。嗯，像达老师、梁伯罗老师，像王东凤老师，当时他有一个手指都摁不下，老翘在这里，我后来我就帮着他，我说你疼不疼啊？疼不疼啊？他说没事儿，你摁吧，我就给摁下留下来了。这都是宝贝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金手你看，后来我们演剧团搬离了这里，到了另外的一个大楼里面。我们2018年，在我们演剧团建团65周年呢，才搬回来。这张照片大家都说特别好，因为什么？每个人笑的都特别灿烂，太高兴的。因为我们是阔别了10多年又搬回上演，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有一个老前辈叫徐才根老师，才根老师走到马路中间突然就不动了，那一刻我就感觉静止了，老爷子掉眼泪哭着走到我面前，就是大家把这儿当家了，说回家，真的当家，所以这张照片很灿烂。3、2、1，我们回家了，哎，就可以了。个儿好，谁下边？谁坐哪？谁坐的？谁坐的？能不能比吗？行。好，也是现代的。好了吗？来，我们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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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芳老师去世前曾经说过，就是中国电影碰到再大的困难，上影演剧团都不能散。
那时候确实很多演剧团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当中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真的是有责任，我们谁当团长都不能让这个剧团散。对对对。我对不起你，老王。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共患。我跟你闹着玩的，别生气啊。我后头就还有特务在跟着我，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再把我抓了去的。我来了，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小桂子，我的小桂子。不，我叫英子，李英子。凭什么替我把沈姬给扔了？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杀了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看着就有点像在电影的场景里，对对，片场的感觉。所以我们你看这里这个照片，当时他们就是下生活，经常到工厂啊，到哪里。你看这是谁呀、啊？认出来吗？赵丹老师，白杨老师，这么年轻、啊、王丹凤老师，秦怡老师，孙道林老师，对，孙道林老师。孙老师，这是韩非。韩非呢？这个乔老爷上轿啊，这一代大家，真是真是。我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我告诉你，我大学毕业分到这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办公室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挂了这么一个牌子。当时你就不是这样的啊，当时是一个个小黑的木牌挂在这里，然后那个是用这个白色的黑的木牌上面用的白的这个写的字。据说是陈树老师写的，就是《渡江生杀记》演那个情报处长的。嗯嗯。然后我们会挂了这个在这个剧团现在已经拍戏的有一栏，在剧团现在等待拍戏的有一栏，还有病假的公示都有。啊，什么瑞芳老师啊，什么都有。你看，这是秦怡老师、达日常老师啊，这些在团人员，你看，这当时留下来的。下组人员。啊，下组人员。正在拍戏。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嗯，所以我们很幸福。我说，家有一老，如获一宝。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在帮着我，给我做顾问，真的很幸福。来吧，享受一下我们午后的阳光啊！好吧，这都是梧桐树。嗯，我就是在这个院子见到了很多艺术家。在这看到了这个瑞芳老师啊，秦怡老师啊，高博老师啊，陈树老师啊，就我银幕上的偶像都是在这儿见到的。他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风景哈、啊，在这儿的时候，对对对，而且周边的这些建筑都是有典故，对，有故事，都是在这个小院里承载了很多中国电影的优秀角色诞生。因为很多老艺术家都是在这儿探讨艺术，在这儿琢磨自己的角色，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上海电影的一个地标。我希望将来不论演剧团未来什么样，在不在，我们想回忆这些前辈是到这里能找到印记。一定在，一定在。梧桐树还在，自有凤凰来。对，好美。好啊，就像电影当中的场景画面啊。
是作为我们演员的人，每个演员都有他的长处。小燕子告诉你，你对这个事业热爱不热爱？我这开了。李双双，李双双，你看那个他的擀面那个劲儿。电影厂出的片子你们都看过吧？嗯，当然。这个你就从这儿，飞德华。嗯，那时候在飞德华里头，我有过这个表演的。我要几天里头要把他们多少年的功夫都要拿出来。嗯，所以这个里头，现在咱们是不是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你可以按照程序来吧。太可爱了，我不是一个按着套路出牌的人，您能接招吗？不要紧，我就怕我回答的是都是套路的话。不可能。可能。我首先要看看您的包，您给看吗？你都可以，你要拿走我都可以贱价卖给你。我那我真翻了。你翻。衣服。白衬衫。白衬衫。嗯、口罩。啊。我刚才药水。我刚才看到了一把小梳子，您塞哪儿了？啊！这是您用了多少年的一把梳子？这是进来的这个道具。嗯。我从前的道具是什么？是一个针线盒。嗯。里头有各种颜色，黑的线、白的线。啊。那时候我们出去拍外景，都是自己带铺盖、带行李，包括我们衣服破了都要自己缝的。您的邻居好像说过一句话，说除了不会生孩子之外，我们牛奔什么都会，这个话我已经不敢说了。就是他就说你特别能干，啥都会，针线活、理发，就包括您自己从基本上发型都是自己打理。你到我家里去看就知道了，我理发的工具都有的。那时候我瞎生活，这是我的一个手段。嗯，跟老乡接近呢、啊。嗯。我就剃头，我要演的角色演个理发师，嗯，我得会拿那个剪子，嗯，得会拿那个推子，不是装模装样的，哎，总是说的，从前的推子是两个手那么拿的，嗯，你这儿一使劲往那边去，往这儿一使劲往那边，不能再这样拐，要走直线的推子，你要真的得学那个道行，学道行，这就是生活。我学了不一定我这个戏就用上，或者我这一辈子在哪个作品里就可以表现了，也许这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学了这个东西，我对这个行当，对这个人我都了解了。我们要演他们，那就不会拿个剪刀不像剪刀，拿个剃刀不像剃刀。所以在过去上影厂出的片子大家都有个印象，哎，很耐看，嗯，就是因为他们都有生活，个个都有生活，他要演哪个戏要学，平常不演戏的人要下生活，要向工农兵学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前辈们都说过，这生活是到处都有，看你学不学。这里实际上有个意思，什么？你对这个事业热爱不热爱？如果把它真当你的事业来看，那你就要一生都要为它做奉献。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牛奔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生夙愿。从影70年，牛奔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他甘当一辈子绿叶，毫无怨言，却又硕果累累。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活跃在银幕上，坚守着演员的本分与初心。您也是一个见证者，见证着上映这么多年一路的发展。您从这些作品当中，如果啊，我请您选择一部对您改变比较大、对您影响比较大，我只能够说哪个戏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嗯，你比如《牧马人》那个戏啊，《牧马人》，我留下最深什么？那时候我们拍的彩色片，彩色片是很珍贵的，所以我们演员、电影演员都有一个特点，我们走的地位绝对准确。是的。为什么？焦点就给我们搁在那儿，你每一步它的焦点都跟，你没到那它焦点一旦，你超过那个焦点虚了。话筒那时候我们是一根竹竿长，比如这个竹竿是5米。嗯。你这个路，这个长路就是在5米里头，必须要把话讲完。嗯，你不讲完，越过那个话筒的位置，受不了声音就清不清楚，是不清晰了。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地位走得准。就比如我拍《红色娘子军》，嗯，我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要求我从那个最纵深那个城楼。嗯，你们看见过这个镜头？嗯，从那城楼旁边爆炸，什么旁边逃难的人呢、啊、都有这样。完了，我们这个王金刚是在镜头外头没有，看着我那匹马叭叭叭叭叭，我都兵马叭，这个什么这个，这个马是回朝的路，所以特别快。但是我要求的地位一定得在那个地方要。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他难的就难的这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镜头是一次哈成的，马随时都有可能半路都要惊的。嗯，惊了一惊，他就到时候我们都要另外处理，废掉了。或就是我们要跑过来是吧？结果这个马呢很听话，我们就一次就完成了，就把这，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脑袋里实际上不能给戏造成 NG。NG 就是浪费这个片，浪费，因为胶片太珍贵了。对，如果现在请您对要想做电影、学表演的这些年轻人一些叮嘱的话，您会说什么？我觉得喜欢这个行，不奇怪，因为很多人对这里头的鲜花或者是它的出名啊，更羡慕。更向往，实际上他的辛苦，你要演好这个角色，你要付出的艰辛，那可以说是不是一点点的，也不是我们只言片语就能说明的。实际上我觉得你就像王铁成，他演总理，他为了排总理最后的销售，他连吃了大概20多天的黄瓜，一口粮食都没吃，所以后来一下子就消瘦了。嗯，消瘦了，他演的最后那一点，就是最后要跟大家告别，最后给大家做那次讲演。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一个演员的这种忘我，他的为角色的牺牲，你说我们作为演员谁做得到？学得了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的演员，我觉得我们是敬佩。作为我们演员来讲，每个演员都有他的长处。嗯，比如上一场有几个专门演反派的，你一说是董林，对，你们都知道。你看他一出来就是那种满脸的横肉，你看《日出》里头他那个张小甫演的，嗯，也还是可以的。只要他的眼神你一看就是带股邪气。嗯，你像那个是林则徐里的赵丹，一出来你就满身都是正气。想想你厉害，还是要成功吧。成功就是永远无关系，他高对我觉得他的作品我蛮喜欢的，
也是在很多很多地方咱们鞭长莫及学不到的。你看张瑞芳跟那个孙道林，你就看他们俩这个表情，这个里头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大家闺秀。你再想象演的那个李双双，李双双，你看那个他的擀面那个劲儿跟这个就不一样。你看他这个就是看一个东西他都是那种表情，所以这些东西他好像生活深入到骨髓里头了。所以他们的眼神不是像现在我们的眼神总是瞪得好像要做英雄样都是那样，他们不是。所以这些个老一代的演员呢，他们的功力不是在他一个角色或者某一个动作，不是那样，他是全面的。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前辈是这样说的，太像了，不是意，不像不是戏，你像与不像你弄通了就是意也是戏，就是你太像了，不是你，它是指舞台上，舞台上曹操谁看见过，在想象里，哎，你这个两个都又像戏又像意，必须你要悟出这个中间的道理，你就会重塑这个人，这个道理清楚了又是戏又是意。每个演员都有长处，而且每位导演我觉得有上影城有太多了不起的导演，比如说大家都说您是大导演团宠的一位演员，很多大导演都找您拍戏，比如说啊咱们上影的谢晋导演，天山传奇啊，天山传奇什么好几个戏了，我跟他合作最多了，像这些我都是我看去帮他宣演，我给他做副导演。对，你给他当副导演，您不仅是演员。我喜欢用动作来刻画人物，我就看那个时候这个演员，我不是叫你这个团长介绍我啊，这个人很好，那个他很会演戏，我不听他介绍，我看我说他在演什么戏，你们哪个戏他的，我说你们现在演没演，他说就是那个演，我看完了我就单独去访这个人。但是结果我们那个戏里出了两个最佳配角，一个就是给王福利说媒的那个，他自己擤了个鼻涕，我给他使劲怎么动作，这里就说明他很紧，他给人介绍婚姻人家两个人都很用心，他实际上是一点心都没用。你知道罗群最近的事吗？你当初决心和他断绝关系是完全对的，这个人完全不可救药了，他就给你包办婚姻的那种感觉，他是无所谓的。这些小细节是谁是设计出来的？我给他想的，因为我生活里这种东西多。有没有其他的艺术门类滋养过您？除了电影、话剧之外，我哪样都喜欢。您说相声？说相声，我从前在上海滩说相声，跟关宏达、胖子。后来我就开始拍电影，拍电视。拍电视。开始我们就电视那蛙女是我导的呀。对，哎，蛙女很厉害。我今天在翻您的资料的时候，我一看到蛙女，说哇，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啊。那个女孩站在船头，哎，哇，那个。实际我那个是假的呀。我叫这个演员啊，跟我这个台上在那个河边演戏啊，我叫他，你往那个船上走，进到棚，完了他这边，我说你就把上头这个外衣就一边坐一边解，他进去，完了到那边，唰就跳进去的，就是一个人嘛，所以镜头里的变化是都千变万化的，只要大家动脑筋。中国的电影，未来的中国电影一定会有奇迹出来的，未来可期。在工作的时候，我永远不戴口罩。对了，到现在我到现在还不是。不是您出来吗？我是。不是，也不要人家帮忙。朋友。当我要是不能工作的时候，我肯定是在家里。Thank you.
哎呦喂，你行吗？我膝盖，我的膝盖，我跑得比我还快。桌面还有多少？还有谁？只有18岁，我能干活啊！而且他的分寸呢，非常难把捏。唱里个郎，唱里个郎。过往的一座又一座高峰。小燕子叫你唱。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老师手上收到了一张秘密的电影票啊，秘密的电影票，然后1到11号，然后同团这样，你点号，点到谁谁掏出电影票，如果可以说故事的就讲这个电影的一个故事，也可以唱一段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都可以。 好吗？好，必须跟这部电影有关，所有的电影都是上影的代表作，上影代表作。这样，我跟你讲，我们剧团的门牌号是395号吧？啊，我第一个就点3号，好吧？谁是3号？谁？两位老师是3号。我是3号。哎呦，梁老师，梁老师3号。梁老师，梁老师哪部电影？阳城暗哨。阳城暗哨。阳城暗哨是1957年上映出品的这么一部影片，当时我还在戏剧学院呢。哦，我觉得这部影片当时非常轰动，而且它的故事发生地是在我家乡广东，对，哎，阳城。哎呀，我觉得这个戏啊，是拍出了那个惊险片的一个特点来了，就是隐藏的那么深的八姑，怎么都没想到最后他是一个最大的。像冯哲的这个冯哲老师，王炼，他也是非常沉着，而且他的分寸呢非常难把捏，他跟那个八姑也要缠绵，他但又保持住他那个公安人员的那种警觉啊，跟正气，所以这个电影给我印象非常深，我觉得可以称作是当时的给教科书式的这么一部影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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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厉害了。你想一战会告诉我吗？我想，应该告诉你。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一战会告诉我吗？好了，刚才我说三号完了。399，谁是9号？张老师，9号，这是什么呀？哪部电影？南征北战。哦，南征北战是吧？南征北战，南征北战里有一个大娘，她是我的表演系的系主任。哦，是老师。对，我们的老师叫顾嘉礼，顾嘉礼。我听到很多周围的朋友的反应，都说这个大娘演得非常好。嗯，是刘永贵的。打出师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在这个戏里面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校长，就是跟顾嘉丽老师呢是夫妻，就是在这个指挥员身边的有一个高级指挥员王丽。所以我们看这个南征北战就非常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顾嘉丽老师对我们是很严厉的，要求很严格。他跟我们说，我们演员的战场，电影演员的战场在哪里？就在镜头前，在摄影旁边。英雄他是在战场上去打仗，对不对？我们是在镜头面前，用我们的电影的表演，用我们创造的形象去打仗。我相信顾老师也好，王丽校长也好，在天这里会非常感到高兴。嗯，我们今天都在党的阳光下，今天我们去向党旗去宣誓，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我也算陪伴着我们。接下来点号。5号谁？5号是我。啊，我是女篮5号。啊，5号，女篮5号，真棒。女篮5号的那个，当时这个。女主角，就是叫曹七伟，是我中学的同学。哎呀，当时看了以后，那个就是秦毅老师、刘成老师，就是对我，所以我们后来走上这条道路，跟看了他们电影，就有很大的影响。咱接下来是，那我们从1开始吧，容易乱了，不是？就1号吧。对，
你好像是个男歌手吧？来看看，打开看看。铁道游击队。哎呀，他演过，哎，他演过铁道游击队。你演过铁道游击队吗？我是个电视剧的铁道游击队。对，刘奔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价。您说。老秦童的专业户。来吧。给大家唱一个这个，我们一起跟着你唱，你先起头吧。好，我起个头啊。啊，来，预备，太高。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鼓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唱起了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鼓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像天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在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好战场，唱起那动人的歌哦，这也是能唱的啊！护士，哎，王丹凤老师的小燕子，来吧。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就是他的晚年的时候，对我们剧团也特别关心。我有一次去延林，是吧？跟我们写的就是让剧团永远不要离开舞台。哦。然后有一次特别可爱，跟我讲，他说我知道剧团没钱，他说要是没钱，我给你出钱。就是他们也真是很爱这个团。这首歌是我妈妈的最爱，我妈妈经常摇篮曲唱着这首歌。五也有来了，六。老爷子，这个大概号都是有准备的，那必须要准备的。那应该是小燕子叫你唱，大家来一点像小燕子，老燕子都这样才能唱出来小燕子，唱老鹰。哦，我这个是说牧马人啊，牧马人对您演牧马人，实际上这个拍摄的时候离现在已经若干年了，若干是，我已经都淡忘了，我就记住了一句台词。我记得这跟很多的年轻演员和琼花呀朱时茂那时候都属于年轻人，对，我有一句台词是什么，你是从哪儿来的，他告诉我从哪儿来的，我说你有什么要求，他就跟我说，大叔，我只有18岁，我能干活啊，那时候的一个青年人能干活就是他唯一的条件，现在的青年人是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一切都属于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幸福的。现在我想牧马人呢，也就是这一代人最幸福。大叔，哪没有心好的人，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我能干活。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而我们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点不错。刘波老师，你是这部戏得奖了？我得奖不记得了，得了，好像就是得奖吧？不是，那些个都是过去的事儿，我就记得这个年轻人
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台词我也记得，你让我们这些个革命人去让那个老幼在家里享受，让我们去赶马去，那革命感情不行，让一个老贫农上山，让一个年轻的右派在家里享清福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什么阶级感情？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是什么？就这样，这我们就把那个牧马人朱时茂演的那个角色给拯救了，于是他又回到我们这一堆人，去放马了。好的，听前辈讲这些你才知道得奖嘛，我们自己得多幸福啊。接下来六七谁？舞台姐妹啊，舞台姐妹里边应该是有谢芳老师，谢芳老师的表演让我是很流行，真是好。但是李维老师演的那个恶霸是最棒，真是棒啊！他这个戏啊，这你看了以后真是恨得牙痒痒。在剧团再看着都是生气是吧？他说的这几个都是演员里头的 A class， A class 最好的最好的演员。咱们该八号了吧？啊，春天你还是唱的这个也是我们剧团的传统演唱习惯。那你来，我不行，我不行，他会唱的。阿毛，你这他唱的，他会全部唱的。来，一段开始，让他起调，起个调。春天里的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温暖的太阳在天空照亮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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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也得吃完饭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的怪模样。啦啦啦啦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贫穷不是冲天降，生铁就炼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那把高山把路挡。这个是赵丹的拿手，对对对，啊，对，也是赵丹老师的电影里面是他唱的，是的，也是他唱的。我后来看那个视频，表演的时候也经常拿这个作为他的招牌歌。剧团那个春晚，我看就他就唱这首歌吧。哎，对，第十，是我。我看那句偷看。于慧老师，周碧华，这个周碧华是这个电影是由我们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童瑞欣，就是他演的周碧华。当时这些老师你说加你要害死我呀！那你就唱。这部电影比较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啊，它是四年前拍的，是写上海司法界一个特别有贡献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好法官。好法官。这个戏是我们剧团阔别了有十多年又一次一个集体的创作，好像在座的老师几乎都参加了，像释怀老师演的法官，释怀老师你偷偷摸摸加了句什么词儿？那个是院长啊，院长，你加了个什么词儿？他一句台词没有，还是英文啊？英文 Thank you 他跟外国真的就是特别好。 Good work Thank you。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原因是回到这个大家庭里一起创作，然后塑造了这么一个好法官，对我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而且这部片子对牛老师来说也格外有意义，哎，是吧？我想打官司，没赢过。他这个词儿，对对对，他就来打官司了。这是这里面的经典台词。打官司了，这说什么？什么胡搅蛮缠？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解决，我明天还来；你明天不解决，我以后天天都来。告诉你，他有血压高，心脏病。拍这个戏的时候，牛本老爷子把我给感动了。这个确实，很多人都把我感动了。我觉得你们这今天整个的设计都很有意义，在这一路上也不觉得路长，也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还引起了我们很多联想，特别好，这是很有意义的。十一，十一，王世怀老师，你看看你手里多少？我这没有空白。哎，什么情况？跟王世怀老师是没有一个指定的电影曲目，他要自由发挥，给大家带来惊喜。他还跳舞。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个日子，
我们剧团聚到一块儿，哎，一块儿到一大，哎，而且呢，在车上来畅谈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走过的这么多年了心路的历程。上影这个摇篮，我们在这个摇篮里边，从黑头发到了今天的花白，退休的到了白头发，给他摇到退休了已经，对吧？所以说，我希望这个摇篮能够继续的摇下去，把我们的新人，哎，茁壮的成长啊！谢谢上影，谢谢上影。您一说到发色，我这是回头看了一眼，真的有年轻的就像成龙了，对吧？像牛老师，像梁老师，真是。您属于青年啊，达老师，达老师这还是花白，我年轻一代。你就看每一个人艺术家的眼睛，还是像孩子一样清澈透亮。我们可以下了是吧？可以下了，走走走走。别走了。你又站在这儿了，这别当女儿了。来来来。是挑选了100多种当时主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期刊杂志。新青年陈独秀，这是当年您做的这个新青年。王老师演过新这个陈独秀。嗯，您演陈独秀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对，因为很巧，我们是安徽人，陈独秀先生也是安徽人，所以这个里边还是好像是有一种缘分在里边。哎，我觉得陈独秀这个人物他是非常有魅力的。哎，我在戏里面又常常要冲着底下这些学生看，都要发脾气的，但是这么一个性格，他是导师嘛，在他们那边。对对对，所以这个人物我是非常敬仰他的。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好。上影厂的作品是有了这种很浓烈的红色基因的哈。可能大家对上影厂过往的一座又一座高峰非常了解，但今天的上影厂，特别想向王建元老师请教一下，今天的上影厂又有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献给祖国？今天的上影呢，也在与时俱进。既要传承上影的好的传统，更要呢结合时代的需求，创作优秀的新的作品。首先是要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我们最近正要上映的是1921，对，七一，哎，是今年建党百年的重磅作品。除了红色文化的传播以外，我们要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还有海派文化。所以王家卫导演的《繁花》也正在我们的车墩影视基地拍摄得如火如荼。所以上影在当代的作品也真的是丰富多彩哈。就是我们认为呢，上影应该把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用影视作品更好的演绎和传播。也是电影强国的建设的征程当中上影应该有的作为。这是满满的使命感。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宋庆龄。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合在一起，加强着勇敢的战斗，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这一次胜利的战士的力量增强了，他们英勇无匹，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25000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你看这个阳光，对对对，触手可及。你看那个感觉，这梧桐叶都透过来了。对，对我来说确实反差很大。这也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在电影上正儿八经演军人。城南就是你的小英子吗？哎、你好。我是又爱他又怕他，他太认真，知道吗？眼泪。很经典的，他说这个东西就像是喷射出来一样，我要活在你的心里，死在你的怀里，葬在你的眼里。哇，这个台词得怎么出去、啊、这个角色很奇怪，60年他不离开我。诺曼底大楼，真的是，你看这像不像不像一艘船的船头啊？听总是听得那书，会在一个特殊的观众心里烙下那么深的印痕。哎，北京的这几位老前辈，于洋、于兰老师，还郭宝昌导演，大家。赵天唱这个浪，这个浪，潇洒的不得了。哎，真的，哎，真的。你看这哪个穿红衣服的？你看这是多少穿红衣服的？所以我才问。我说不能跟组织失联了。哎。白色的太阳在天空照亮了我的破衣裳，啦哩个啦啦哩个啦，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牛也都要忙。